来越热了，姐妹们，咱们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伞。下雨天咱们能拿它遮雨，大太阳天咱们能拿它防晒。咱们这个里边是有一个这个黑胶的防晒，可以做到一个50+的，而且它给咱们设计的都是这种今天超火的国风了，这个特别适合咱们女生啊。你要是大老爷们儿，你非要打的话，咱也不拦着你，对不对呀？而且它里边给咱们设计的都是这种双股的，你看见了吗？特别结实，真的是刮风下雨咱也不害怕了。对于咱们这种日常犯懒的女生，必须给你搞一个一键式开启啊，一下子咱就全自动。一下子就开了，特别的方便。哎呀，你看这小花真的老好看了啊！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，我真的超喜欢这种颜色。而且今年你去逛街的时候，无论是服装店还是饰品店，你看全都是这种花朵的，真的今年超火超火。而且它这种都是加厚的一个材质，特别特别的厚实。你就像之前有的那种伞，力气小的女生，你就这样收，哎，你这样收你都摁不动，你摁到这儿的时候，你就感觉你收不动了。但是咱家就给你做的特别好，你就像我这种，说实话也没啥劲儿，哎，轻轻一摁就给它按上了，哎，特别的方便，很好收纳。它外边都是有一个这种伞套的，咱平时不用的时候就给它这样一收就行了。真的到这个季节了，最不可少的就是这个。平时咱们放到包里啊，电动车车筐里啊，你给放汽车里啊，是不是都给它备上一把？价格也不贵，10多块钱。主要是它真的材质真的很好，很厚实。它里面都是这种双股的，你看到了吗？都是这种可厚实这种双股的，你能看到它质量吗？真的特别好，跟之前我在杭州花100来块钱买的那个伞真的没有什么大差，真的就只是图案不一样而已。而且这个都是今年超火的这种风格，特别好看。你就夏天你穿个小裙子呀或者干嘛的，你打一个这个真的很有氛围感啊。就我们家那伞每年都得买2把，等第二年你再使的时候你再找它就不知道哪儿去了。这种咱们提前给它备上点，雨季啊或者大太阳天马上就来了啊。这个尤其是咱们漂亮的就是家庭妇女们，哎，给它搞一搞啊。咱们不干别的，就把它哎防个晒防个雨，是不是？老爷们接你不及时，上哪有那些贺涵去啊？咱们自个儿预备着点，真挺好的啊。它里边都是有这个黑胶的防晒，它有50+的啊，不错。